这场比赛我们选出了五大精彩好球，第五大好球是我们野球 TV 士兵队的资深球员67号傅奇珍，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，正所谓姜还是老的辣。本场2-2，在我们大汉联盟周六例行赛还曾经单场4-4的表现，是我们野球 TV 目前的重要主力球员之一。第四大好球就是我们野球 TV 士兵队的3号，全民堂哥建堂，游击防区的零失误、滴水不漏的守备精彩表现，当天帮我们守下了许多分数。基隆家福完全打不穿，堂哥展现了教科书般的神级守备。第三大好球又是我们野球 TV 士兵队的捕手90号杨明忠，展现大联盟的主杀背力，跪着主杀盗垒者，这种画面不是常常看得到，除了电视里看得到之外，现场看到也是一种福气跟幸运啊。第二大好球就是基隆家福的80号华应安，三垒防区的精彩守备表现，这样的判断，这样的扑接，完全是职业级的水准，挡下了野球 DB 的许多劲垒，也协助当天投手取得完美的胜投。第一大好球，基隆家福31号蔡正茂，当天先发完封胜，除了队友给予火力及守备上的支援之外，本身也压制了野球 TV 的打击火力，更展现了 K 攻三阵秀。而蔡正茂本身也是崇义高中的学生，最后他三阵了他的老师陈志远陈老师。这样的师徒对决也成为了一段佳话，老师被 K 掉也是应该的。